那当体就是俱虚空界遍法界本来的面目。所以是说你一切众生心胸中，心若是佛的时候，那的心就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当众生心是佛的时候，佛的相好就影响在众生的心，那的心的清净，佛的现前跟我们走同样，走到垃圾拿起照照无，走到清气免照他 就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譬如水清啊，那么色相就现，水甲相啊，袂使讲质，也嘛袂使讲义啊。水中有相啊，啊相咧离水就无啊，所以讲你嘛袂使讲伊质呢，啊你比相甲水就同款啊，你嘛袂使讲伊无同呢，因为相为水离产生啊，不相离啊，所以不异不异。所以讲佛相好心就是心相，是心作佛，言心灵作佛是心是佛的，心我无佛的。比如火种木生啊，咱这个火啊，为这个木材产生，那么火不能离木，火未上离开这个茶，伊不离木，那么所以伊会烧木啊，木为火烧，那么木就是火，所以啊，袂使讲质，也嘛袂使讲啊。能这意思讲诸佛净遍地海，众心相生，净遍地是真正如法界的地，法界无相，所以诸佛无地啊，法界是无一切相啊，所以诸佛就无地啊，伊无地，所以无所不地啊，无地的地就是净遍地啊，这个无地啊，无知不是众生的无知，这个无知的是说没有动到意识的念头，把意识摆平变成平等的觉性的知，而没有众生的妄想的知，所以这个无知，这个否认，这个知是否认妄想，不是否认本性的知，意思是说无众生妄想之知，有本性清净之知，这样说才对。所以无地的地就是净遍地，是地深广不可测量，所以譬如海呀，下面讲如来微妙声，幻象文十方，这两句也是口业功德成就。佛为何行出庄严呢？讲见有如来名是不尊啊，这个名并不尊贵，比如外道荣，一个车在一个副，那个念荣，荣的推车啊，做苦力的。做苦力的这个众生呢，称巨坛，就是佛的名字佛的名字，意思说巨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名字就像推车的工人名字，这不太好听意思说，所以成道日生行得的声为测梵天，跟他达到梵天了，所以西国观言，我来醒佛了阿弥陀了醒佛了，妙声瑕部，这瑕部的是片流传无量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咱到今仔日，咱来个我都听了阿弥陀佛的名呢。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跟他通告梵天尔。阿弥陀成佛是无量三千大千世界拢听到阿弥陀佛的名。所以跟如来微妙声、幻声、文十方，所以文者的五念是五功如来微妙声。幻象文十方下面讲当地水火风虚空无分别那么这是庄严心业功德。分为什么呢？行这庄严呢？见如来说法的时候讲这是乌，这是白三十八呀，这是不乌也嘛不白下法、中法、上法、上上法，这四种法，下法、中法、上法、上上法，对着根基无同的说法，有如是等无量的差别品。亲像有分别，是个原因。讲我来生活如地复合亲像地在的一切，无关天的，无关当的差别亲像水在滋润一切。无烧瓜，这个念烧，湿凹烧，底下那个念瓜，歌乌阿瓜，烧瓜，烧的是恶草，瓜就是吉祥草。都不同，就是讲
水啊，咧灌啊，无管你恶臭、恶臭，还是啊，这个结臭，拢是同款。啊，亲像火咧生烧啊，无管你芳诶，无管你臭诶，火拢同款咧行着着。如风来吹，无论伊咧困，风嘛咧吹，啊，无论雾就是无论伊清醒，风嘛是咧吹。风无讲伊咧困，我再甲吹啊，无安尼啊。风来吹来，不管你咧困啊，还是咧清醒啊，风拢嘛咧吹。啊，亲像风啊。包束以及灰啊，花蕊就是包啊，啊，以及空啊，这包束哦，这个虚空啊啊存在，而且哦灰在虚空中，虚空中的开啊，无开塞之念，无论这灰是开，也不论这灰是无开，塞就是啊不开，不管它开不开，它总是在虚空里面，就得之于内就空，物安于外也是空，啊，包容内外的对了。但是虚妄实归，这个要注意，虚第一个字是对第三个字实讲的，虚是对实讲的，妄是对归讲的，要无论你是虚的啊，还是实的，也无论是妄就去，还是归就来，就生灭的掉啊，一事无虚，一切都平等停止分别对立啊，就是说来到极乐世界没有对立法，啊，如同对水挥风，虚空无分别。啊，咱这个娑婆世界，大行拢对立法，阴阳男女是非善恶对错好坏，拢对立。下面天人不动众，清净地海仙啊，这两句名叫做庄严大众功德成就。何为什么起这个庄严呢？今日如来说法轮的时呢，啊，所有大众诸根性拢总无共，伊会的智慧也为退啊，为啊末就是完全消失啊，伊无平等，所以众无纯呐，所以呢心观啊，或者法观，心观就是佛法观，愿我成佛的时呢，所有天人拢是为如来智慧清净海心，海就是缘，缘佛一切种地。勤供无言啊啊，不树就是不留啊，不留恶生根基的人，不留行杂善的人啊，中根下根的死尸，死尸就是大海，不收死尸，那人来死啊，哦，这大海啊，就连飘来这海边啊，这大海不留死尸啊，啊，还是海子虽大，不容死尸啊，死就对了。所以啊，害你轻功啊，但是啊，不留这个恶圣人或杂善呢、啊，就像这个中根下根人的尸体一样啊。一直说大海虽大，不容死尸；佛法虽广啊，这极乐世界虽广，但是他不停留二圣或者行杂善的人啊。是故言天人不动众啊，清净地海仙啊，不动不动的是言必天人成就大圣经啊，不可轻动啊。里面如苏弥山王性妙无过家，这两句是雄秀，雄秀啊啊，就是说他的敌对了啊，好像是说上首功德，就是说他是最大的了，表示说在极乐世界、啊、无人性格一样，所以这个上首就是说他的地位、他的分量、他的权威、权势都没有办法跟佛比较。里面佛本可以起出关呢，更有如来在众中啊，会有强梁，强梁就是难缠的敌对啊，叛逆啊，请求释迦牟尼佛了啊，来降生啊，够提婆他都跟他对立，强梁的跟他对立，强者出现的对了，比如说提婆他都只留比就是类啊这一类的众生。啊，比如说提婆达多啊，支流比就这一类的众生，哎，打仗的被海昏，打败的被海昏。啊，也有国王啊，一呼并治，并治的相提并论。啊，一不了解讲，哦，佛国，一不了解讲国王爱顶礼佛啦，啊，是因为因对佛的认识不高，所以国王跟佛并治啊，以为是同等地位，以为讲一样伟大。哎呀，唔知啊，讲佛的伟大是超过国王啊，是国王要跟佛要比什么？啊，不知胜推佛，有的更加不知道，还推石头要压佛，
那有的是很恭敬的来请佛啊，以他言废话啊，以其他拢袂记啊，干那规工要请佛呢，表示恭敬之极致。对，啊，那是讲啊，有的人会有请佛，以他言废话啊，为人是要来请，要真恭敬，要为的就袂记起。啊，有如是等，有的恭敬，有的不恭敬啊。是上首力不成就，上首力只表示说降服众生的力量不够，就变成为产生跟佛对立，权势力不够。所以说我若做佛，阿弥陀说我若做佛的时候呢，愿一切大众无能生心感以我等啊，阿弥陀佛来成佛的时候，到十方国土众生来出世于这个极乐世界，无一个人参加不敌对，敢以我等，你看这阿弥陀多伟大啊！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跟他比的，为法王更无俗王，只有法王。呵呵啊，你叫世界无人做国王呢？大家拢听阿弥陀佛的，安尼就无混乱啦，极度的清净嘛。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只有法王，没有俗王。啊，到极乐世界无迄个国王，啊，你也免惊讲人家给你斩头。啊！你也免惊，讲这些的国王拢唔免烦恼。是国讲如是弥山王，性命无贵者，啊，无一个比这个较悬的。天人丈夫将啊，恭敬啊，要怎样？这两句啊，这主公的成就。好，为什么发这个愿呢？啊，讲见有如来啊，见有佛如来。虽然在大众当中啊，众中也有不甚恭敬的，无恭敬佛的，听了看了这句就真安慰，看了这句，我真安慰呢。佛人都无甲恭敬，啊，咱这慧力算老几呀？所以人来甲咱侮辱，啊，甲咱踢笑，还是讲啊，对咱无恭敬，咱就是讲人个佛都，哦，三界即使这众生都唔知甲恭敬啊，啊，咱这个怎么跟那佛比呢？啊，那边啊，讲哦，比这个讲，如一 BQ 啊，就甲世间摩尼佛讲，你若无要甲解答十四难。十四难就十四种问题啦，啊，这个十四种问题，我现在比个例子啊，这个世间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啊？那么这个世间什么时候结束的？如果佛你不告诉我这个世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就不做你的徒弟啊！请问佛，我们人呢，生老病死，这生是怎么来的啊？无始劫这个无始是怎么来的？一直蒙龙蒙第一的对了。啊，那啦啊，14种没有办法让佛没有办法回答的，啊，你讲你那不该解答这14种问题呀、啊？我都不爱在你家做你的徒弟呀、啊，我当更学于道，于道就是外道，我特别对外道啊，还出家修行啊，啊，一如居家里哦，居家里这个这恶性比丘哦，这个 BQ 这 Q 要简直怎样，谤舍利佛，谤舍利佛。那么这个居家里放舍利佛啊，这佛戒力那边的真厉害，真厉害。那这个有一拜啊，这个舍利佛啊，啊，这个舍利佛，那么伊来到这个山洞那边，那么伊本来伊唔在这山洞那边有多这个路障啊，啊，伊是行到这个无人行较高的所在啊，啊，这个舍利佛啊，啊，是讲这山洞那边呢，就偏一暗。那么这舍利佛已经证阿罗汉果了，啊，哎的，你去洞来那边搭着啊，连就不倒单嘛，啊，就休息一个晚上，啊，结果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女众，啊，这个女众啊，啊，这个半夜、啊、梦到这个男女的淫欲 啊，这个流不净啊，流老不清净的物件出来的对，啊。然后不清净的物件，然后就舍利佛啊，舍利佛啊，第二天就走了，啊，走了以后啊，这个居家里啊，哎，看这舍利佛走了，后面又跟着一个女孩子出来，啊，看嘛，哎，哇，还个提起这裤啊呢，啊，行，伊即马就带这个女将啊，行来到溪边，啊，这女将啊，啊，哎，洗这个垃圾不清净捞出来不清净的物件，哦，这居家里啊，哦，伊都找无机会啊。啊，他们害这个舍利佛了，一直到处给汇报。哎呀，舍利佛啊，啊，这个玩弄女人呐、啊，啊，是怎么样子啊，犯这个淫戒呀、啊，啊，结果鬼中的人
拢听在自家里的，啊，结果唔供养舍利佛，而且舍利佛的变无当食物件，伊无吐饭，啊，去吐饭人拢唔供养啊，哦，因为自家里个回谤啊，啊，即嘛啊，这舍利佛啊，就来到这个佛陀啊所在，佛陀说。告诉这舍利弗说：“那你就到别的村庄去化缘吧。啊，你得告诉村庄，啊，就活的交代下来，交代这个 BQ 公，啊，这个恶性比丘是居家义工。哎呀，不要这样回谤啊！啊，不要这样回谤啊！啊，那没必要。哦，伊就唔听啊，唔听。那么佛就问舍利弗啊，说舍利弗啊，你有没有犯到淫戒呀？”舍利弗告诉佛陀说：“佛陀呀，我舍利弗一睡梦当中善无梦境，一个暗时咧困眠，做梦都唔捌梦见如是嘅物件，哪里进阿罗汉果，哪会去做这款代志呢？”啊，说佛啊，啊就知道了，这舍利弗没有犯戒吗？啊，所以佛的交代就交代了，佮这居家里讲啊，讲唔通安尼毁谤圣者，唔通安尼毁谤圣者啊，那。活三疑而三不受，三疑就是三次警告啊！说你不能毁谤圣人，你不能毁谤圣人，你根本你这是片面啊，片面啊！啊，舍利弗是一个圣者啊，你怎么可以毁谤他啊？玩弄女人呢？啊，是警告他三次，三不受，三不受了啊，了啊！所以啊，这个地自动裂开，说天地虽大，不容恶性之人呢、啊。啊，当下堕入地狱、啊，毁谤圣人，这恶口业太重了，口业太重了，毁谤圣人，所以这是佛三愚而三不受，根本都不会给他接受，叫他不要毁谤，他就拼命要毁谤。犹如诸寡得波呀，那么混入这个佛众啊，佛众而尝试求佛短。啊，且忽略这个缺点，且忽略这个毛病就对了。啊，就是讲惊出家啦，惊和这个佛剃刀啦。那么你把参大众打成一片呐、啊，然后啊，达刚啊，啊，跟佛啊做对头的对了。又如第六天魔，常常参佛啊做出流难。因为佛度众生，跳出三界，啊，这个魔啊，唔愿佛啊，啊，就定定啊，哎，佮闹了掉，流难的是啊，佮做种种的这个境界、啊、阻扰他。我如是顶顶啊，将啊不恭敬上，是故讲，如果成佛，天人大众恭敬啊，无厌倦啊，所以啊，但愿天人者，净土无如林，佮八波归心呀，是故天人众佛众。恭敬兼围绕啊，大家拢啊啊围坐会啊，恭恭敬敬的。那边讲，管佛的本愿力，度着无空过者啊，度着的人啊，绝对不会让他白白的啊空过。令令十万十万劫啊，功德大波海。这四句是名庄严不虚啊啊，做这个主持功德成就。佛为什么做这款呢？啊，起初庄严呢？讲建立出来，但是声闻经啊，啊声闻经啊，啊无求佛道啊，无求佛道者，还有拄着佛啊，有个不便对着三毒啊，啊这个下边讲是善行啊，啊善行啊，是善行，这个是《涅盘经》，《涅盘经》讲的这是一个恶性的比丘，这个《涅盘经》里面讲的善行是一个恶性的比丘，啊，是后来堕入一禅体。啊，这个人断善根足严重啊！那么提婆达多、居家里等等，这些都是跟佛过意不去啊。又有人呢 听到佛的名号，就发无上的德心，可是拄着恶因缘，佮退了心门，佮撇起佛，因此啊，还是要师父，还是要善知识。所以，那么剃头出家的人，我嘛是叫你来注意，第一个环境最重要的就是师父。记住师父一句话，如果你要出家，碰到名师，一年的功夫远远超过你20年的自修时间。那记住师父一句话，甚至百千万劫都比不上善知识的一句话。
你们的自己不无我啊，你们没有办法修行，你还是要师父的。出家不易，出世的名师啊，广服大圣之法。禅宗有一句话啊，不易出世名师，大彻大悟的名师啊，不易啊，说出家不易出世名师，广服大圣之法。广服就虽然你研究大圣经典，但是你没有碰到大彻大悟的名师，你一样啊啊，不得力啊，不得力啊。再三跟你强调这个名师的重要啊，当然不是像青海一点就顿悟了，不是像青海这个女人是吧？杂波、所以讲啊，但是有如是等空过者，退没者。是故谚言：使我成佛时，啊，我成佛的时候呢，都得我弄一当精进，完成无上的大宝王，大宝的是啊，哦，这个佛国啦。是国讲，观佛的本愿力啊，都得无空过者，零零数万种功德大不害，住持一如是啊，如相啊，观佛庄严八种功德啊，取之以上啊，是这样。第五行，除观安乐国，诸大菩萨四种庄严功德成就。问：讲观如来庄严功德啊，都无虾米缺少。意思讲观阿弥陀佛都会使，那何必得个观这菩萨的功德呢？答。譬如有明君啊，那咬的这个君王啊，那么必须要有贤神啊，咬的大神啊，讲尧舜啊，啊，这是咱古代那些真咬的哦，两位皇帝尧帝啊，个舜帝啊，就称呼为啊，是其帝呀、啊。你就说，但你如来法王啊，那无大菩萨。啊，叫发顶啊，发行呐、啊。那么一意就是在旁边呐、啊，站就是帮助啊。啊，那么家啊，那个帮忙啊。啊，你祈求引万呢？啊，你闽南在讲这个万呢？讲亚如啊，心接受啊，这是亲像啊。啊，这个起火茶，那么较少啊呢，所以火都未大。起火茶那少，火都未大。譬如经典讲，阿弥陀佛，这个国土有无量无边诸大菩萨，譬如观世音大士之顶，皆当一生以他方处保啊，保护处，保护处就是顶级菩萨，准备啊，地补佛的位置就是补佛处。啊，就是讲啊，佛呐、啊，那入这个涅槃啊，就来报。讲啊，阿弥陀佛，咁原来入涅槃，唔是无量无边吗？无唔对，对众生来讲有无量无边，咱无多算。但是有到个一天，伊原来度尽缘的尽，伊个去实现他方世界，所以就用换观世音菩萨。啊，因为佛经的发心呐、啊，未使讲伊死呀，啊，爱讲伊严谨呐，哦，愿力已经充满了。因为讲就临清明一念者、皈依者、观察者，譬如《法华经》《普门品》来说，无愿不愿啊。那是菩萨啊，爱修行这个功德如海吞流啊，意思讲所有的河流来到大海啊，大海拢接纳得到，无止足前啊。永远不满足啊，就是无止足情，永远未满足的对。那意思讲无止境的功德啦，也亲像释迦牟尼佛闻一目暗比丘哦，目暗比丘的一些视力不太好啦，哦，佛东西在世时呢，我这个比丘啊，这个目睭无啥好啊，虚，这个虚就是我们的感叹声呐、啊，这唉。或者目睭啊，那这么歹啊呢？哈，这么歹啊呢？啊，成针成袂记哦，
啊，伊就安尼话，家己安尼感叹，讲虾米人爱功德啊？为我为真，就是来甲道成家嘛。讲你是如来为禅定起呀、啊？哦，来到基础，甲伊讲，讲我爱福德，来，我甲你道成家。迄个时阵啊，这个啊，失明的这个 BQ 啊，哦，因为伊无看见。哦，啊，听到佛的声，佛的讲话，伊也着惊，也嘛真欢喜啊。所以伊就别佛言，讲世尊啊，哦，讲世尊功德也未满少，佛就甲讲，我功德啊是圆满啊，啊无所福气啊，我功德已经满啦。但是我这个身躯是为功德，修无量的功德来产生的，所以知影功德啊，啊恩分故，就是因为我这个身躯啊，哦受着这个功德的因啊，所以啊才产生这个佛的这个无量功德心。是故讲爱，如所问讲观佛的功德啊，实在无观不满呐。这个充就是满的意思了，所以必须要观菩萨的功德者，亲像观顶种种义果啊，咱为这个典故啊，为这个佛的慈悲啊，慈悲噶连要撑一支针，伊都要做这款功德哦，啊，所以讲。那人那是一个佛教徒啊，比如讲咱刚登那有法会啊，哦，你变变变数啊，啊，还是到厨房的啊，哦，还是服务这个啊出家众啊，啊，这个都是无量功德。你个讲念佛啊，伊就会替这个清明的人成家嘛，啊，所以讲啊，他慈悲到什么程度哈？不是讲像咱即嘛，小可啊讲，哦，哎，小可有钱嘞吼，啊，请一个啊，这个啊下路嘞，我都讲划定划 A 安尼啊，我感觉唔好啊，因此啊啊，这意思是讲，咱小可功德完了爱做啦，啊，对待众生吼，无需要酷刑啊。安乐国清净相转无过轮哦，化佛菩萨力如须弥山的主持。讲安乐国啊，是真清净哦，是定定转这个无过，就是清净的法轮呐、啊。啊，化佛啊，菩萨日啊，就是如日中天呐、啊、哈啊，影响德川啊，如须弥山的主持啊，心心不动啊。下面讲佛是为什么发这个愿呢？讲建立国土，但是小菩萨不能以十方世界工作佛事啊。一旦心闻人天啊所利益的啊，亲修啊，是故行愿，讲愿我国中无量大菩萨众啊，不懂本处啊，会当骗个十方，这就是神通力啊。不懂本处，伊就坐伫迄个所在，伊就骗十方啊，当然就神通变化啊。哦，像我人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伊就。伊在咱他方世界拢到位啊，这种种的应化，如是修行，想做佛事，那么这个佛事是利益众生的代志，叫做佛事啦。不是像咱即马咧呛咧呛啊，咧叮迄叫做佛事，你不要搞错了。佛事专指弘法利身，弘法利身，这是如来的家业。凡是那有弘法利身，净法才会当主持。哦，比如讲，咱今仔日的念经啦、佛事啦，这拢是来到咱中国才有这款物件。佛在世时出家人，跟咱念一本经，叫做《无常经》啊，《无常经》就是讲佛东西在世时呐，啊，人来死的时候呢，佛就派这地主去啊，去引导念什么？念这个《无常经》，可以所有的经典拢未使用唱的，跟咱《无常经》会使用唱的，可以用唱的而已。啊，派这地主去安尼唱无常，啊啊，那像今仔日咱这个法器佛在世无这个法器呀、啊，佛在世要哪有这个法器，哦，佛在世嘛无这个木器，这种中国的物件，这种中国的物件，啊，佛在世那讲哦，早暗课讲大家团体的修行嘛无，佛在世都是打坐修行方法，
去讲这个法了，大家按照自己的根基来去修行，哦，去坐树啊卡去参悟，拢分开得着，无迄个团体。那团体时间就是上界，佛在世那团体时间就是诵戒，诵戒就集合在一起呢。所以咱今日你看到隆重佛教，中国的佛教，佛在世哪有人来参悟的？无人，没有这样子。有求忏悔，无咧唱念的忏悟。因此，我们今天所看的佛法，完全是啊，马祖建丛林，百丈定清规以后，慢慢慢慢演变到今天的佛教，完全参不在世中不太一样，法根本法是一样，精神形态精神是一样的，普度众生形态完全不一样。下面讲，譬如你在天上，你影现吉川呐。哦，所以日头也不来，哦，啊，日头嘛未使讲伊不来，哦，讲你去来呀，日头边哪有来？你去不来，不来边哪影现吉川呢？所以讲来嘛唔对，讲不来嘛唔对，所以讲来嘛对，讲不来嘛对。嗯，所以啊，啊，你啊，如在即经安尼讲，譬如有人擅自提堂，提堂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坝啊，大坝。啊，控制水的地方，讲凉气，所以啊，啊，你会多喝，即放水的时候不加心力啊，那个放水的时呐，啊，这个控制水个控制好些，啊，那个放好去，然后该干旱啊，那个放好去，哎，得当灌溉啊，是不加心力。菩萨也是同款啊呢，行地一切诸佛甲众生应供养应教化种种的提堂，给你三昧。心心不动，如是修行，上座佛事；如是修行者，虽上修行，实在是无所修。是故讲安乐国清净上转不过轮，化佛菩萨力，如虚密主持。下面讲不过庄严讲，一念即一时，普照诸佛会啊，利益诸群生。佛为什么发这个愿来庄严呢？从建立如来观想啊，要供养他方无量诸佛啊，要教化无量的众生。啊，四十二啊，第一行，出发必出的啊，这个所在啊，无化无去。另外一个所在出，生南朝北，但是啊，不能以一念同时放光普照，骗个十方世界，无法度，就是一念骗无量三千大千世界来教化众生啊。有出发前后相啊，有出没前后之相，就是讲神通力还不够了哈。所以虚构行观讲观我佛陀诸大菩萨以一念同时遍十方做种种的佛事啊。虚构讲不过庄严讲一念即一时啊，即即就是动啊，一念动一时啊。普照诸佛会啊，利益诸众生。文乱观定讲心心不动摇啊，啊，心不动摇，身躯不动摇。一旦骗己十方不懂理己，难得啊，其就是难道不是同一个时候吗？啊，那么以此若为差别啊，以此若为就是是不是有若干的差别，是不是有一点差别啊？一直讲头前讲诶，讲心不动摇，一旦骗十方不懂理不动就一旦搞，那么啊，难道不是同一个时间吗？那么跟这个时候所讲的是不是有一点差别？若为就是是否啊，这个古字的用法呀很奥妙啊，是以此若为差别，是不是有若干的差别？当然兄，但是讲不懂理解呀 啊，所以讲有一点前后啊，这所在讲的是无前无后啊，啊，这就是有这款差别。所以啊啊，是形象不同意，那么一时就是有往来。如果你不讲同一时，那当然就是有往来哦。所以说，如果有往来，那么就不能说它不动哦，因为你有往来，那么就是有动嘛哦。非不动的不能说不动，但是也是有动啊。是个为形象不同意，所以必须观一时的同时，那本性起这个作用。讲五天落花雨啊，花衣啊，妙香顶供养，赞诸佛功德无有分别心啊。讲佛为什么啊起这个庄严呢？讲建立佛陀菩萨临天啊，这个法的观啊，志趣
不广，这个秩序就是愿力不深呢、啊。好、哦、啊，未当未当骗到十方无穷的世界，你供养诸佛的如来大众啊。那么十方诸佛啦，这个神通力啊，那以神通力，那么主持龙的说法，那么极乐世界。而且灵天对吗？诸菩萨都有这款能力来到他方世界十方来供养因，但是确实啊，其他的这个佛陀啊，无这个能力，只有到极乐世界，伊就会当骗十方。所以我讲啊，这个经典底下讲讲，那来一旦到极乐世界，就是等于到十方的世界。所以供养诸佛如来大众，或者以家己啊基础会作。就是自己所住的所在垃圾，唔敢啊来到这个清净的所在，或者是伊所住的清净，那么看不起啊这个鄙薄啊，就表示轻视这个秽土啊，瞧不起了啊。所以讲啊，为了自己垃圾，也唔敢来到清净的所在，也为了自己住清净，就是看不起些垃圾的所在。所以如此顶顶的区分啊。所以诸佛如来说不能周遍供养，发起功德善根是故观言，讲我来成佛的顺愿，我告诉一切菩萨声闻天人大众，会当遍十方一切诸佛大会处所，无天阁，会当用天阁、天花、天衣、天香来供养，会当以卡边的书。就是讲哦，这个辩才切卡妙哦，辩熟来赞叹供养这个诸佛的功德啊。所以说下面哈，虽叹秽土如来大诸谦忍，不见佛陀有杂啊杂秽相啊，这要注意听。我、哦、虽然呐、啊、来赞叹呐、啊、哦，这个不清净的国土。啊，这个比如讲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实现成佛，所以如来有大慈悲，谦让的是有无限的忍让，这个谦就是空，就如同空虚能够纳一切，所以啊，那谦受益满招损，这个所有的卦里面呢、啊，啊，易经里面所有卦里面只有谦虚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啊，或者说外面啊，就是一千，就是更加的谦虚，一千一千。啊，我顶摆去看人哦，哦，迄钢工厂啊，冰做件千亿铁工厂，千亿啊，这名拢会重复啊。好、哦，哎，何这名啊，真袂歹啊。顶摆人何迄个啊，哎，何迄个星云大厦，所以。起一大楼啊，或者星云大厦啊，还是好个无钱人喝啊。阿伯看到汇利海产店，汇利海霸王，哇，袂哇，从我这个名个提到的关键啊，袂看见。我爱的在人喝的，吼、哦，哎、欸，在人喝的，啊，你也袂使讲，哎、欸，两字干嘞，啊，不是讲家己也使喝一啦，我嘛也使喝一啦，哦，那个叫汇利大舞厅，哇，袂哇咯。那个外地人给你创这局的，你就很麻烦了。哦，啊，你又醉哦，吼，又醉哦，吼。你是讲笑啦，哈。就是讲，忽然一进珠币啊，紧拎着这个千丈跟千人，就是讲无限的容忍，就等于无声法忍。这个千要解释做无声空的意思。啊，悟到空性的忍辱，当然是佛有无量的忍辱，所以不见。虽然以家己这样的慈悲、这样的谦虚啊，来实现佛了，哎，但是也是虽然是秽土，却是不见佛土有杂秽相。啊，因为一佛本心无这款相嘛，啊，没有这个啊杂的、夹杂着任何不清净的相。A 边讲啊，这是秽土成佛啊 ，A 边是净土成佛，讲虽贪。啊，虽然赞叹净土如来有无量庄严，但是不见佛陀有清净相，但是因为诸佛嘛无迄个清净相的物件，因为法身是平等嘛，所以何以故呢？以诸法平等故，所以诸如来平等是个诸佛如来名个的定格，拢种平等。若有佛陀起优劣心，优劣就是讲好甲歹，啊分别心，告诉供养如来，安尼就是非法供养，这就是讲不达
实相非真供养，这个意思是这样。这个实相是持戒破戒等同一如，好坏善恶无所住心，完全摆脱对立的进入真空状态，那难哦，都是趋吉避凶啊，向好去结啊，凶去掉。大修行人吉凶一如，好坏一如，拢总未去动着念头。好的，伊嘛了解缘起性空；歹，骗钱伊嘛了解缘起性空。伊无论什么个外外境界，对伊来讲都无境界。所以，你通达实相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彻悟的人。通达实相的人，贪嗔痴烦恼当下就是菩提。所以，那人的修行就是，远离恶境，叫做初学者。那是通达到明心见性的，过什么境界嘛，拢赶快。什么境界都是一样，那是什么境界？所以，这《维摩诘经》里面讲，淫怒秽就是戒定慧。啊，淫男女怒啊，发脾气啊，慧这些愚痴啊，这个发脾气贪嗔痴啊，就是淫怒慧。淫怒慧当下就是戒定慧。悟道，你一切境界就是戒，就是定，就是慧。你不悟道，虽然一直远离，一直避开来，一直被骗鬼，那你还是贪嗔痴的。所以是大自尊的里面讲说，贪嗔痴不除，名大破戒人。大般若经里面也谈。大般若经大智度都谈，所以咱来了解这个修行这个物件，随处哪一个地方你都是爱解脱，这才是真正的修行。那个地方啊，初学的人可能无法度啦哈啊，所以讲你呐起这个好甲歹的心来供养佛，无平等的对，安尼非法供养，意思讲除了实相才是真正的供养，那实相就是什么？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所以呢，今天的供养就是用生命心在供养，生命心在供养，求福德嘛。啊，其实福德不必求，放下无量具足，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所有的福都集中在你当下这一念。在那难的是，没有明心见性啊，所以供养一种困难了。其实就是那么简单，就在你的眼前。所以在智慧里面，不要夹杂着我慢。在思想里面不要夹杂着执着，那就是本来的面目。让你的智慧不要夹杂着傲慢，让你的思想不要夹杂着执着，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你大智慧的时候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骄傲，不要狂妄，不要把自己的自尊优越感提得很高，那个会彼此之间对立的东西。要好，不要在语言里面，不要在你的思想里面夹杂着执着。那所谓语言思想都会夹杂着执着，为什么？冥冥当中都会赞叹自己，去诽谤别人。你注意听，哪一个众生都是这样子的？这世间人到哪里都是这样子的。你注意听，冥冥当中一直讲一堆，会赞叹自己，啊，会诽谤别人，对不对？像我有时讲讲嘛，拢会恶了我自己啊，这就是安尼。哎呀，拢会操蛋。嗯，所以我们我啦哈，不是圣者啊，是你们呐，也许是圣者了，我是个凡夫，那么这个通达实相才是真正的供养啊。讲五天道华一啊，妙香顶供养啊，赞诸佛功德无有分别心，那边讲何等世界无啊，佛法功德宝啊，我愿解往生啊，是佛法如佛，讲何等世界无啊。啊，这意思是讲，佛啦，为什么发这款愿呢？讲为了菩萨啦，能心菩萨，这个能心菩萨就是讲无志气呀，无志气呀。这句话啊，就虽然我都听人常常咧骂人，是无志气的查甫囝，无志气的查甫囝，安尼无志气啊。能心，那菩萨啊，发有志气。说等到有佛国度修行啊，欢喜啊！在有佛的国度咧修行啊，无慈悲坚定心，是故啊，行这个愿。讲愿我成佛的时候，我这个国家的菩萨，拢是慈悲永命坚固之愿。哦，这不简单呐、啊，拢是慈悲啊，永命啊，坚固啊，这个之愿啊，宁舍清净土到他方无佛法的所在。
若主持庄严佛法经三宝啊，啊，是如有佛啊，啊，是现啊，啊，是现啊，啊啊，是现，亲像佛安呢？会当，或者佛的经济啊，处处不断。所以讲，何定世界无？就是讲，倒一个世界呢，无，无什么，无这个佛法的功德宝，我拢发愿要来往生，那是现有佛有法啊，亲像佛的教化呢。所以这个是观菩萨四种庄严功德成就。下面啊，这四句是回向文，讲我做论说句，我做这个论啊，来说这个句，愿见弥陀佛啊，我希望一旦见到阿弥陀佛，来普供诸众生，来往生安乐国。这四句啊，是论主啊回向文，回向讲。回击的功德来普施众生，那回向自己所做的功德来利益一切众生，大家共同会当见到阿弥陀佛如来心安乐国。所以无量寿啊修多罗章句，讲我以故向那总说经四十四页，四十四页啊，文文。讲天亲菩萨的回向中安尼讲，讲愿普供诸众生往生安乐国，这是指共何等众生呢？啊，多一类的众生啊，共同呢啊，讲或者普供诸众生呢？答：讲按往下声所说无量寿经，佛对阿难安尼开始。讲十方行菩萨诸佛如来，皆恭请赞叹无量寿佛的威神功德不可思议。讲诸有众生那听到这个名号啊，心心欢喜，只要以乃至一念至心来回向原生极乐世界，因为得当往生，注定不退转位啊！伊就得了五业非妄正法，这句要注意，五业一个有法度往生。加上诽谤的定义啊！你若敢那犯着诽谤，无犯着五戒，安尼就袂当往生。伊若犯着五戒，也有机会往生。你得求忏悔啊！对三宝也无诽谤，安尼也有机会往生。就这个谤就上界厉害啊！这个诽谤就是非常非常厉害。他说五戒诽谤正法。所以按处理讲啊，一切外道凡夫啊，啊，家己往生，犹如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由九品往生，下品生者，为众生做不善业啊，就是啊，五戒啊，五戒的杀老爸啊，杀老母啊，破和合经啊，造啊杀这个转法轮经啊，哦。啊，采这个阿罗汉呐、啊，吼、哦，出土的新血啦、啊，等等啦，这是五戒啊，十恶啊，杀生偷盗啊，啊，杀盗淫啊，妄啊，等等等，这十恶居住不善。如此的孤零啊，这款的可怜的人，因为恶业过，所以应对这个恶的，经过多劫受苦无穷。这款的工人，那临命终的时候呢，都得先立些种种的安慰，为说妙法，加灵念佛。这个人太痛苦呀，伊无想要死呀，哦，不妨念佛，就是讲啊，啊，那个是没有那个心来念佛，来不及念阿弥陀佛，啊，先又个讲讲啊，你呐，啊，无你就哦，啊，那是袂当念者，啊，无称无量寿。这为什么阿弥陀佛也是四个字？为什么要叫他称无量寿呢？因为一件事，所以开概念这个未死的物件，哎，我就无量寿，哼，就是讲应他的心情念。我以前来看个经典，看这实在看无。我想讲，啊，连南无阿弥陀佛，哦，啊，这六字呢，啊，南无阿弥陀佛袂当念，我就讲阿弥陀佛，哦，不能念。哎呦，念无量寿佛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不念，又是无量寿佛？哦，原来我今嘛怎样？怎样就是讲，哦，阿弥陀意思伊唔知，而且讲无量寿，嘿，一世命较长。
怕死就跟他念这生命比较长的东西。哇、哦、现在知道、啊、原来就是这样，这佛陀真高，佛陀真高，说如是自心令声不绝、啊、只要念十声、啊、他就是念清南无阿弥陀佛清名故，他念念中第八十一劫生死当罪。啊，生死同罪，命中啊一时阵啊，见着金莲花啊，亲像日轮呐，亲像日轮，安住伫咱人的头前，亲像一念轻，即个往生极乐世界，伫莲花中满十二大劫啊。当然，这是下品下生的人，作恶多端的人，临命中才忏悔啊。啊，咱学过咧，咱未使讲到临命中才求忏悔啊。哦，莲花才开啊。那么观世音大势至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地别罪法啊！这个时阵都只有两大菩萨呢，下品中心跟下品下心都是用二菩萨啊，下品上心才有阿弥陀佛。但是你要注意看哦，观世音大势至是吧？这两尊菩萨以大悲的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地别罪法。所以简单讲，还是得爱吼，如观的品类较好啦。闻利欢喜，应是即发菩提之心，是名下品下生。以此经典的证明，令彼下品凡夫，只要即句要注意听，只要未使诽谤正法，未使诽谤正法，信佛的因缘，该得往生；信佛的因缘，该得往生。所以啊，即个爱足注意的哦。那么有两种人啊，一种就是出家了搁还俗，伊出家了搁还俗的结果，伊就那起非妄心。伊这个，比如讲，我看过这个比丘尼啊，当然有也无，有也有啦。比丘尼伊较早有出家，啊出家了起码还俗，啊还俗了，因为伊不满某一间道场啊，开始就放风声，一直回放啊，其实。是本身的不好，所以啊，我来苦劝啊，讲咱来出家啊，无因缘来出家，那唔通怨叹，那是咱的因缘，咱的因果哦，是真正足济。凡俗，我咪讲哦，这个凡俗的这几率也是真大。你讲我那个一个教授员来讲，伊讲因你阵啊修戒的时候，有七十个男众啊，经过要到啊不到二十档。现在有在联络的四个四个还俗的还俗娶某的娶某剩十七个，七十个经过十几年剩十七个，七十啊十七这样。所以啊哈，很不太简单啊，这还俗的比例是很高的啊，艰苦啊，出家艰苦啊，没人爱嫁这款日子啊。啊，一种是在嫁，在嫁就是这样，一开始用参师傅真好啊，男众也好，啊女众也好，啊亲眷啊，哦，安尼师徒，哦，安尼真好。到尾啊，师徒一个离开了，哦，未得啊，未得啊，什么更加歹听的都诽谤啊。因此啊，那讲做师傅的了哈，做师傅的人，那讲有花心的出家啊，尽可能啊，跟在家居士保持一个距离，保持一个距离啊。像我今麦在做票呀，另外，即马来装清巧啊！哎，拢屁门关起来，电话无咧接啊！所以讲，咱来了解这个谤吼，都是来自于仇视，诽谤都是来自于仇视，不应该。实在是你会当往生的物件，无甲变也变袂往生，这是足可惜的，足可惜的。啊，一边讲，所以啊，但令不诽谤正法，信佛因缘，该得往生。所以咱这个嘴的一定要守口如瓶。文乱讲无量寿经安尼讲，讲愿往生者，该得往生。只要你想要往生，你就会当往生。为的五业诽谤正法，得五业佫加诽谤哦，这两行罪哦。所以观无量寿经安尼讲啊，讲这五业是恶，具足不善，也得往生。那么这两经是要怎么讲呢？一本经讲五业诽谤正法未往生，一本讲五业是恶会当往生。你注意看答，一本经是以其中两种共罪：第一，
是五逆罪，第二个诽谤正法，就是讲未往生的情形，是因为你五逆，佮加上诽谤正法，以你两种罪，所以未当往生。一本经只是讲这是恶，五逆定罪，但是伊无讲的诽谤正法，因为无诽谤正法过，所以得生也会使往生。你就咱来讲，第三步，就听说无论你讲偌委屈，你都是爱啉奶，啊，至少咱临命中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哦，唔通诽谤。问也，假使一人是五逆罪，假使有一个一种人，啊、哦，安尼问啊，专工安尼问啊，啊、哦，有五逆罪，但是无诽谤正法，就是得生，啊，经典是还允许他。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当然是我这个讲真正，要太老辈太老，讲真正求忏悔的机会真少啊。你往生的机会啊，讲实在是真少啊啦。但是还有一线希望，只要伊会当忏悔，哦，无论你做外卖就对啦。啊，佮有一种人，但诽谤正法，就你只要诽谤三宝了，这正法生就是代表正法，记住我的话。出家现在就是代表正法，这个正法只有出家人要弘法吗？啊，你这个法是只有出家人来讲吗？哦，靠着出家人哦法师来的弘法吗？你回谤身就是跟谤法没有什么两样啊！啊，所以我们就出家一个外卖，他就是先出家乡，这比我们在家去是行。啊，你不我给做罪，我安心者得心依孝，你这句话注意点，答只要单定就是你只要诽谤正法。但令诽谤正法，你只要诽谤正法，虽然无其他的罪，都袂当往生啊！一句话都让你袂当往生这个世界，一句话啊！何以讲呢？经典讲五逆罪人啊，五逆的罪人啊，做五逆的这个罪人啊，是对阿鼻大地噶，哦，接受直接的当罪啊！诽谤正法的人是对阿鼻大地噶呢？是初见，那是真。一个转向他方的阿鼻大地觉中呢，如是颠转经过八千阿鼻大地觉嘞，佛不记得初时节啊，节就是时间呐、啊。佛嘛唔知呀，嘛记不清楚讲一出来时阵时间是偌久啊。啊呢，甲佛的记忆当中无法度讲出一出来时间偌久吼。那是无法度去形容的就对了，那是天文数字的对了，干那诽谤安尼尔啦，是以下面去鼓励注意看，以诽谤正法罪极重度，为什么？你抬人是抬伊肉身呢？你诽谤正法是断人家的慧命呢？那慧命是无量劫来，伊呢听着这正法，伊学佛啦。就简单，我比一个，比如讲啊，一个人伊就要来这个或者听经文法哦，听经文法啊，伊拄拄啊，我讲啊，人咧讲这个法师咧讲经袂歹啊，啊，我来甲听看卖哦，啊，你唔是，你对我仇视啊，不管啊，是讲你听的凊彩是非，没有经过求证呢、啊，你讲唔通来，嚯、哦，迄、那个法师哦，来听经哦，一摆交五千，啊、我被抓，我交五千，安尼我无爱。啊，诽谤啊！我其实我无跟你收五千啊，我无啊，我跟收一工嘛无。讲哎，你唔当去，来去文书讲等哦。哦，迄拢爱钱，即嘛，伊就诽谤咯。哦，哎，安尼我无爱去。啊，即卖啊，即、這个人啊无去求证有啊无，伊就去外口讲，哎，去文书讲人听见，讲着爱钱呐、啊。哎呦，哎，讲一贯都靠搞骗钱，我讲啊，法师靠搞讲骗钱。袂、嗯、哇，伊本来要你个听，何你安尼？我别讲一句话，啊，等伊啊都袂得啦。啊，伊过去造口业，这个诽谤正法的人介厉害。比如讲，你这句话你诽谤啊，假设说啦哈，这东西不太可能啦。假设说你诽谤讲师傅、欸、来听师傅讲经要钱哦，啊，主要去有记者听的记者，啊，这个记者主要你的好朋友，讲安尼个编哦个编啊，他搞不清楚是对还是错，他在写一篇文章出来，那印六十万分，你爱付六十万的因果。然后一百万众生诽谤三宝，你要付一百万的因果。嗯，因为你一句话，
所以啊，我们今天在佛门当中，那在外面只能赞叹三宝啊，只一旦讲到好，有信心观个救你个，安尼你有无量的功德。那么你一直个讲好，一直努力去断众生的慧命，无论出家人外外，你也是三宝的弟子。要记住，你跟我，我有弘法的责任，你有护法的责任呢、啊。我们出家跟在家都是同一体的，都是同一体。你那是要往生，你得要记住，一定要称赞三宝哦，随喜功德。那那不，事情就大掉，代志就大掉。所以诽谤罪啊，正法罪极重负，非常非常的罪，非常非常的重。有正法者就是佛法啊、哦。这个无知的人既行诽谤，哪有恶果？按有原生佛陀之力呢？伊诽谤伊哪有什么往生呢？哦，假使只有贪彼陀安乐啊，离原生者也如求非罪之病。冰就是水啊，啊，哪有迄个无水的冰啊？无可能啊，无因的火啊，较早因为无加速啊，好、哦、说用这款比如啊，哦，因啊知影讲今日有加速啊，就是加速，这火就是无因呐、啊啊，所以这比如呐、啊、是当时一两千年，咱中国的所在啊，无因的火，当时你咪敢讲一两千年以前你敢讲这无因的火，人想要相信呢？对不？啊，咱这边的这个火都是条烟，大家嘛无因。对不？因为伊较早无家属啊，啊、哦，就等咱知讲也意思就对了哈。啊，就讲非罪之病啊，意思讲一有病就一定有罪啦，啊，有烟就一定有黑啦，啊，有黑就一定有烟啦，啊，岂有得理？啊，这边有得理啊？问安尼问，我何丁兄是诽谤正法啦？答啊，就言无佛，哪有要佛？我别讲，啊，无佛法。那我们要佛法，我讲解脱，我别讲啊，无菩萨，无菩萨法，如是定见。那边的把笔拿起来，若心自洁，自洁的自己产生这种观念，若从他受，从邪见人接受邪见人，跟他讲一遍啊，就是讲啊，讲无佛，无佛法，无菩萨，也嘛无菩萨法啦，哎，拢我别讲的啦，那拢应该去编的啦。你呐，往这款如是定见，若心自洁，你自己心说三心的这彻悟见解，你就说若从他受，就从邪见人而生，就是外道坏佛法而生，其心决定，其心决定是肯定一定要让佛教死，啊，这一定要好，这些人斗得掉，没人斗得掉，这改名啊，诽谤正法，改名啊，诽谤正法。啊，所以我就甲诸位讲，讲你宁可你这是讲假设啦，不是讲叫你们去这样做。你宁可杀人放火，你邪淫妄语，喝酒，你还有求忏悔的余地啊，还要够会一堆、啊。你只要换到回谤正法，你完蛋了，你什么都不要谈。哎、啊，什么都不要谈。我问我两句，我讲一句话，我讲。我今天那是一个真歹的人，别人唔免和我斗，我都爱先死。你唔免甲诽谤，我都爱斗、哦。如果我慧立法师是一个很烂很坏的人，你不必诽谤我，我就倒。啊，如果我是一个真慈悲的人，真大智慧的人，为着佛教，你我若无斗一上，你个贡献拢袂斗。啊，造业不是造我的业，你搞清楚是造你的业呀、啊。造你的业啊！我们有眼睛看诽谤正法的人，目睭注意看，你得看足清楚。所以我对这款物件，我一点啊，我都未去甲挂碍。哦，我认为顺境也是修行，逆境才叫做大修行。你刚才讲，我今天求大家的赞叹哦，这个不是大修行的。我今天一定要有逆境，我说我感恩他，可惜的就是他一定要下地狱。下地狱，所以讲啊，诽谤正法，这个一定要注意，务必要口业清净的对。啊，问乱讲如是定喜，但是技术啊，啊如是定戒，只是家己的代志啊。啊，那么以众生有何苦恼呢？超过五个工作呢？答，注意听。你若诽谤三宝，人就对诸佛菩萨无信心吗？哦，下面46页讲，若无诸佛菩萨，
来说这个世间，出世间的先道来教化众生者，免他知有仁义礼智信的人，就是不杀生，义就不偷盗，礼就是不邪淫，智就是不饮酒啊，信就是啊，不杀生，不偷盗啊，这个不邪淫，不妄语，智就是啊，这个信就是不妄语，智就是不饮酒啊，颠倒过来啊，信就是不妄语，智就是不饮酒。等于咱的五戒，仁义礼智信，就是等于我们佛教讲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哦，不妄语啊，不邪淫啊，呢啊，不妄语啊，不妄语啊，仁义礼智信五戒。如是世间呢，一切善法拢等，你只要回奉正法，何人对正法无信心，伊无机会当修仙啊，嘛无机会脱离生死的苦海，所以谤法是非常非常的重。你宁可不信，你来这个讲堂听经，听我安尼讲，你听了未爽快，你不爽，那没有关系，你就出气就好了，就是不能毁谤。对吧？不要诽谤，人力不合吗？你听了我都不会送，不会送你出去啊！啊，不爽快，那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瓜葛啊。他的听一下，他的这里哦，我们结个善缘嘛。哦，出世间一切贤圣皆灭，你们的诽谤正法吗？啊，你刚才讲过我的罪尽当，但是唔知我的罪，就是为无净化的。说三心，你若有净法，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饮酒，一干呢，太老辈、太老母，你没有正法，你懂人，你得干去造这个杀盗淫妄的重戒呀、啊，对不？所以毁谤正法的人，其罪最重。为什么？因为让众生对佛法没有信心。啊，够一种，啊，够一种，包括不讲话，包括你不讲话。你随便点一个头，你那是有含有谤正法，你罪叫上尽当。比上尽当，比如讲吼，你是一个佛教徒，你是讲堂出入刚刚出入的啊，啊，即马一来啊就来，啊，你即马跟我扣分，啊，即马你拢无讲，你都没有讲诽谤正法哦，啊，你只要你就讲，我来听我的老师钢筋刚好。唔好啊！我回来是真歹啊。嗯，你书我拢无诽谤哦，你就摇头点头，你就该死呀。哎，你就该死呀，你就做信号，他听得懂。只要你用任何方式可以退道心，你全部要负因果。哎，所以你就是要注意。问耶啊，问耶啊，《业道经》啊，你讲。一日都如亲啊，如秤就如秤子了啊，亲啊，安尼啊，是粽子先签，多几边卡当就先看呐、啊。伊讲业力多几边卡当就先看呐、啊。比如讲《观无量寿经》安尼讲，老人做这五逆是恶，其之不先，应对恶道啊，经过多劫是无量苦。临灭终的时阵，对着先帝说：“告清念南无阿弥陀佛，如是至心灵声不绝，其就是念变的往生安乐叫世界。”这里大圣正定，大圣正定就是不退转的意思，一定不退，以三多、哦、地狱恶鬼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以三多诸苦应解啊，没有啊就断掉。那么这样说业障啊先砍去，没这样说以道理如何啊啊，意思说那你命中的孙啊都是念头如当，那念头如先看啊，比如讲你念佛的哈，你念佛，啊，你念佛，你真正是用功啊，就是你感情你断袂断，感情断袂断，你讲你听见，你听见哈，啊，你这个见哈，啊，都唔听你的话哈，啊，你想要死的时候来真烦恼，讲这见啊，这你耿耿于怀，啊，你虽然你念佛，但是你这个情不断，参这个好生啊，感情袂断哦，不能升华变成慈悲，啊，你命中你念佛啊。佛现前，这个情不断，你叫熊没有办法。众者先迁，就是得其用来量较大，得其用来量给你看清。因此，平常务必要先平淡，你才有法度。下面讲，又旷劫以来，旷劫以来就是累劫以来，必遮诸行忧劳之法，就是烦恼之法了。
啊，所以这细数三界，拢八叠这三界来。但是伊是念念这个阿弥陀佛，变出三界啊。那么业业系的时候，业安尼捆绑安尼啊，要安怎答的啊？所以富裕云何？那又怎么说呢？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意思讲啊，这业当的先看啊，那我讲这五个是恶罪里面中念一个佛的往生，安尼业当的要安怎解释？这句话意思就是安尼答。讲你讲五业是恶啊，什么色业为定为当，是以下下品的人十念为轻啊，因为罪先看啊，应该就是讲宿舍所做罪先看起念佛的力量无够哦，应该先对地界啊，八地这个三界困着困着这三界，即嘛用这道理来比较，讲轻当之意在心哦，这个心爱为着依靠。在言哦，这言呢，或者依靠你呢，在决定啊，你那三只三个骨头三个准吼，你就往生极乐世界。在心就是你心绝对相信极乐世界，绝对真正阿弥陀。在言就是讲你卖去拄着恶言啊，在决定就是讲你爱发决定的心，安尼往生这一点，临命中十点，这三行你一定爱记的。在心。在言就是有人做念，在决定就是无论什么人贡献，我就是知道有一个世界绝对决定要往生。安尼先生，骨头已经跟你讲啊，第三种，会往生未往生，不是看你修行长甲短，看啥？看这三项，在心、在言、在决定。下面这句讲不在时节久远多少，修行往生给了。不是说你修二十等一定往生哦，我修三个月未往生，不对，因为无量劫来会当化作一念，一念会当化无量劫，不是咧看时间长短，要来看时间长短的时候，要修愈久的人就愈有机会往生咯，要较慢修的人唔煞煞凄惨，不是安尼意思。你那二十年前你就念佛，但是你无发决定心啊，你所接受拢恶缘，安尼你嘛未当往生呢。但是你讲我念佛念三个月，我得到感情。癌症，你怎讲？你一定爱死，你发决定心啊！所以接受的拢只善因缘，你也布施啊，跟助念，结果你三个月了，真正要断开，结果人真正能给你助念，在心、在言、在决定，你拢执着啊，就往生啊！这不是咧修时间长甲短的物件，是因何在心呢？啊，注意听，比做罪人，家己啊，以及希望颠倒见性，这十念者是以善知识方便安慰。方便安慰，好，就是讲，咱呐，哦，过去啊，做罪人是用妄想颠倒的，这十念是以善知识方便安慰呢，给你方便，给你安慰呢，好，听的是相法，是相法就是无声呐，啊，一息一息啊，无声是息的，啊，做罪那颠倒是希望的呀，那么希望安怎跟息比啊？譬如千年暗色啊，千岁就是千年的，暗色啊。光啊是一个教啊，就是明朗啊，啊暗，免哪会使讲哦，我伫个青，我伫个这个暗色是青年呢，你光只来，你就要甲我代替哦，吼、哦，未使安尼讲是啦，啊，意思是讲暗起得言啊，暗的所在免哪会使讲，我伫暗色是青年，我这么久呢，你光来未使甲我说，未使甲我破教的呀、啊，哦，所以意思讲光也阁无够啦，因为时间较长嘛，错，只要你接着光，是青年的暗色。叫上一根是名在心啊，因何在言呢？讲比作罪人啊，就依据妄想心，以烦恼希望的胳膊众生心，一十念者依据无相的信心，一十念临命中，一十念是依据无相的信心，按照阿弥陀如来方便庄严真实清净无量功德名号心。譬如有人去有毒气所中啊。结筋破骨，结就是断啊，把这个筋呢 就断掉，破这个骨，闻灭第一个啊，闻这个灭除药骨啊，即见出毒啊，这即见出毒除啊，筋的出来，毒的敌，下面看这细里，看这细里，看这细，这句话在看细里哈。修灵岩经讲哦，譬如有药名叫做灭毒，那是咧见到的时阵啊，甲土骨用伫个锅的管顶，抹伫个锅的管顶，哦，啊，你若听着这个锅声，即出毒就去掉。
菩萨摩诃萨也是同款呢，住住伫修灵岩三昧，闻其名者，三毒贪嗔痴拢去掉。其可得言比毒之深，深得足厉害。听着这个高音声，未当拔这个正气，这个毒呢，啊，是名在言。因何在决定呢？讲比做做人，以至有孝心啊，有干断心啊，有心健身呐、啊。啊，这个有间断身呐、啊，啊，以及有孝心，有心干断心啊，这十点是以及无孝，无孝就没有间断了。那、啊、这个弦就是间断了，以前都是打字打这样子的啊，应该没有间断的心呐、啊、而生的。所以说你梦想做做一些有前心有后心呐、啊，哎，唔过即马十点阿弥陀是没有前后，动哈就是决定。高粱三种的道理，十念则当，当则心堪，安尼会当出三有两经啊，这个道理啊，啊，所以啊，十念则当，当则心堪，当然就会当出三界啊。你若讲当较轻啊，你命中去十念则是厉害。